这个故事开始在公园外面。这个故事开始在公园外面。1973真的很特别一年，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东西出现，能够让整个世界改变。来自纽约的布兰克斯，有一个年轻人想到新的尝试。 Two turntables mic check 1 2, 他叫酷亨，他是嘻哈的教父。他主办的活动好像新鲜空气，当时追求名利和财富并不是动机，生活环境不理想而不是酷，只可以希望通过音乐逃出。谁会猜到谁学多年后嘻哈的影响全球，继续感受。你想充分了解这个东西，它的历史是最重要。 Indeed， 嘻哈是什么，什么是嘻哈，不管你主流或者你地下。 Yeah， 只要你尊重这个文化，我们个个都在同一个家。 What is hip hop man？ Yeah， yeah， I am hip hop man。 Yeah， yeah， What is hip hop man？ Yeah， yeah， 我们是 hip hop， 我们是 hip hop。 我的故事开始在厨房里面，就是我爸妈开的外卖饭店。13岁，我在那里做帮手，但是我的心只能在想怎么走。什么会那么引起我的注意？一个还没听过的声音来自收音机。Yo yo check it out， 我跟着他说，其实不是我找嘻哈，是嘻哈找我。20多年后，那你看什么结果？没有什么能扑灭我里面的火，会有负面，会有正面，无论什么事情，说唱是社会最准确的反应。拿着麦克风，我会奉献我的生命，面对什么困难我都会是那么重情。中国有嘻哈，欢迎你加入这个家庭，成为一份职位真的荣幸。告诉你嘻哈是什么，什么是嘻哈，不管你主流或者你地下。 Yo， 只要你尊重这个文化，我们个个都在同一个家。 What is hip hop man？ Yo， yo， I am hip hop man。 Yo， yo， What is hip hop man？ Yo， yo， 我们是 hip hop，我们是 hip hop。 我爱嘻哈，我们都在同一个家。你爱嘻哈，我们都在同一个家。 I love hip hop， 我们都在同一个家。 We love hip hop， 我们都在，我们都在。嘻哈是什么，什么是嘻哈，不管你主流或者你地下。 Yo， 只要你尊重这个文化，我们个个都在同